干嘛呀？你把裤腿拉起来。没这个必要了吧？啊！哎，爸，你说有必要没必要啊？我就知道你没穿秋裤。爸，你给我的是我妈的秋裤，男女款又不能混着穿，你不知道？怎么就不能穿了？我这是为你好，你以后要是她老寒腿，你后悔去吧。行行行，我谢谢你啊，爸，我上学去了。哎哎哎！ 洋洋，起来了。爸，走。哎，鸡没吵你吗？你看那大早上起来又玩手机，过两天就立冬了。刚才我出去了一下，挺凉的。哎，对，你那秋裤，秋裤，秋裤，我从来不穿秋裤。你从来都不穿秋裤？不是，怎么能不穿秋裤呢？不穿啊。 我都穿了很长时间了，今天还要夹副护膝呢。哎，你别觉得你年轻，身体好就可劲的造，你不穿秋裤，腿冻坏了，等你老了有罪受的啊！不是你这个舅舅也是怎么不让你穿秋裤呢？爸，我真不穿，穿秋裤多土，我要风度，不要温度。还要风度？你风度给谁看？自己穿暖和了最重要。等你老了，腿冻坏了，坐轮椅上。 你风度给谁看？等着，给你找一条去。爸，我不穿，别找了。哎呀，哎，你看。 给你找了一条啊，还挺新的。来，换上。换上啊！这哪儿来的呀，爸？这我妈的吧？怎么了？女士的。这秋裤还分男女款呀？那当然了。哎呀，没关系的，你穿在里边也没人看。你去学校要是上厕所不方便的话，你可以脱下来上，你说是不是？ 顶爸爸的话，换上。但冬了腿，腿坏了不行。快换上，爸爸出来吃早餐。早餐很重要的啊，高三了，早餐要讲究点。洋洋，前两天你妈买的四川水饺，你是喜欢吃虾黄馅的，还是喜欢吃黑椒牛肉的？ 我喜欢吃海鲜馅。